天训练还不够啊，还有哎，休息一下这样。像每天上山下海，自己操自己，都不会累。会啊，怎么不会？我都快挂掉了。可是喜欢啊，没办法。就算你喜欢，你就算做再辛苦再累的事情，你还是会继续吧。要记得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没有怨言。你选择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，不要去抱怨，因为你喜欢，所以你才去选择。这样，那你是跑那么多场比赛，你觉得最累哪一场？中国戈壁沙漠，沙漠是52度。我那一次有其他的选手也帮助我，那一次是差点弃权，我那时候有血尿。对，闲聊52度的那个温度，因为知道那个时候自己很懦弱，就是会很害怕，甚至会一度想要弃赛。白嘉，你跑那么久，有没有什么终极的目标啊？终极目标哦，应该是跑到不能再跑吧，然后让自己多精进自己，让自己变成是那个全方位的冒险运动员。然后在接下来，希望可以带更多年轻人一起去跑极地超马。好吧，那再一个10K 环，再一个10K 的缓和跑。好了 ，OK 啊，出发，出发。